医生，有急诊患者。如果是溃疡穿孔，得马上进行紧急手术，不是吗？一个小时内能处理好吗？你跟我一起，我们要去做手术，请不要让金师傅知道。极多人工心肺移植前会完成手术，这样下去可能会被追上来。为了缩短溃疡手术的时间，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，绝对不可以放过这一天。真的非常抱歉，医生。一定要在6小时内完成。下周三晚间10点，浪漫医生金师傅精彩大结局。